有一种爱，源于对生命的珍视；有一种守护，源于对科技的探索；有一种使命，是为人类和自然的和谐服务。奥莱救援科技，用军工品质续航生命的自然旅程，用前沿科技守护世界坦然安行。奥莱救援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2009年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救援装备服务商和成套救援方案提供商，也是目前国内同行业产业集中度最高、产品线最为丰富的制造厂家。公司产品含破拆、支护、机动救援、侦检仪器、智能救援机器人、模块化消防站等六大系列百余种产品，先后取得授权专利50余项。在国家政策导向下，2019年启动奥莱应急产业园项目，预计总投资4.2亿元，将建成集生产科研体系、应急保障体系、综合孵化体系为一体的智能化应急产品产业集群典范。奥莱救援科技坚信专业赢得信赖，服务创造价值。自创立以来，公司以客户为上，可实现24小时快速响应，以品质为本，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，实现全高精度、高自动化智能生产模式。出厂产品均通过全性能检测，合格率100%。目前，产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同时，为有效应对突发应急事件，公司斥巨资建立战略产品储备，并在2017年尼泊尔地震救援中得到国际和政府的高度认可。依托自身高精尖专业研发团队，奥莱救援科技产品的核心部件已经实现国产化及模块化设计、制造与装配。产品可应用于城市综合救援、自然灾害救援、矿山救援、危化品救援、水域救援、轨道交通救援、反恐救援等多个救援领域。在领先性上，已经完成国内首款 2.2T 柴动破拆救援机器人样机试制，全球首款电动双输出液压泵及全球首款双作用水下破拆工具。为社会创造效益，为员工创造机会，为客户创造价值，是奥莱救援科技一直以来秉持的经营理念。而在未来，奥莱愿与更多顶尖高校及科研机构持续展开深度合作，在通往全球应急救援行业领跑者的路上持续创新奋斗，为更多生命点燃希望，为美好世界创造更多可能。